右手手指活动受限，跟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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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啊，不一定啊，狠狠的击打，主派忠臣，让他们看到真相。原来非法移民进来就是从美国公民来真实的啊，争夺他们的利益啊。美国公民呢，辛辛苦苦干活做的事业，最后全部养了那些非法移民。养了这些非法移民以后，让社会治安急剧下降，他们觉得亏了啊，太亏了这样，所以啊，当他明白这些以后，觉得这个就是卖国党，那个主派啊，这个卖国党，所以他们忠诚已经没有什么信心再为他们去，张罗去投票去啊，张罗给主派投票了啊，他们还指望着有人像前两年一样忽悠了，以后可以帮他投票。想错了，现在人家觉醒了啊，不会再给他们投票的了啊，他们自己给自己投票吧啊。啊，没人给他们投票了啊，甚至人家作假，他们也要去抵制了啊，左派都要去抵制，投票造假了啊，原来是一批蛀虫啊啊，一批蛀虫啊，让一批蛀虫啊。把美国人民的利益啊，全部吞噬掉了啊，还不如非法移民啊，终于觉醒了啊，觉醒了啊，好，好，不再为他们张罗了，投票了，哎，好，再见，